现在依然不太会转弯，虽然孤单的人偶尔也想有个伴，冷风又吹的时候想说这生活会不会有点难，难道是因为当初有话没讲完，堵在喉咙里却始终不敢大声喊，算了，别哭。想说这生活会不会有点难，难道是因为当初有话没讲完，堵在喉咙里却始终不敢大声喊，算了，别哭。可是我偏偏就是不想要转弯，就算不开灯的房间真的有些暗，夜色又来的时候想说为什么只留给我一半，难道是因为出现的人都被删，擅长告别擅长躲闪擅长分两段，算了，别哭。